邓丽欣呢日出席慈善圣诞活动，仲写上圣诞卡为自闭症儿童嘅家庭加油。咁你自己嘅圣诞节又会点度过啊？其实暂时未，因为之前一路仲以为圣诞节仲拍紧戏，咁所以啱啱先知道原来应该圣诞节前就拍完啦。咁所以就今日之后啦，先至再去安排下会唔会去玩或者点样。禮物啊，其實如果大家有共識咧，大家就算啦，唔好送啦，環保啲，或者即係之前譬如同屋同朋友交換禮物，我哋都已經係去到揾屋企啲唔要嘅嘢，大家交換咯。即係我唔要嘅嘢，可能對方有用噶嘛，咁所以我覺得環保啲啦。睇到王子早排出道12周年 ，Steffi 又有冇幫佢慶祝一下呢？當然就冇同佢慶祝12周年啦，咁我覺得係一個紀念嘅日子咯，即係佢自己都冇話刻意要去慶祝啊咁樣，咁我自己都就嚟16周年啦，好似過咗添啦，係咯，所以其實都係即係紀念一下咯，但係唔需要慶祝嘅應該係。